那你这空口无凭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自己弄上了，跑过来冤枉我？少爷，真的是林芷墨打的我，不信的话，不信你问欧阳姐，她亲眼看到我挨打的。小云说，看见芷墨打了他。欧阳姐，林芷墨打我的那天你也在，你知道林芷墨是怎么想的，你快给我作证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小云在说什么呀，这几天我都没去过顾家。欧阳薇，你现在开始撇清关系了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你教我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以告你诽谤的。少爷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撒谎啊，少爷。那好，那我就来说一下，天宇不在的这几天，你和欧阳薇都对我做了什么？下迷药关摄像私自把欧阳薇放进来，你真以为你是顾家的主人了吗？少爷，这些都是欧阳薇教我做的，少爷。别给我装无辜，明天我就让赵晴给你结算工资，你另谋高就吧。少爷，我从小就在顾家长大。你不能就这么赶我走，我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顾家好啊，少爷。小云，犯了错呢就要承担后果。你做了这些，天宇没把你交给警察，已经是人死了。我做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。看在你在顾家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会再给你一次。少爷，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，你走吧。少爷。还有欧阳薇，你想怎么做？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每次受了伤，最后都选择让步，又是怕给我惹麻烦吧？芷墨，我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故意找记者拍照发稿，装什么模范夫妻？向总，不好了！亲爱的，快尝尝这个。这是我亲手泡的茶，绝对强过李叔，而且我还可以代替他做你的助理。好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少了林芷墨，我江城不受任何影响。这什么茶？这么难喝？这就是江氏产业生产的顶级茶包呀！你以前一直喝的。怎么回事，大爷？我来就是向您汇报这件事的。刚才许森村长说，他们已经和另外一个公司签了独家代理合同。谁这么大胆，敢抢江家的生意？行了，不用说，我也知道是谁。顾天宇这个死。你放心，我去找村长谈谈，肯定帮江家赢回这一局。好。天宇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这是高端相亲会，里面有很多优秀的青年才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帮你报了名。我不需要，我有喜欢的。欧阳薇，咱们只是雇佣关系。如果你再这样，我就请你父母来劝你。顾天宇，我喜欢了你那么多年，你不能这么。你再说下去，我就要考虑换律师了。你跟欧阳薇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今晚你到我房间里去。我怎么心跳越来越快？
原来你没睡啊？春娇一个值千金，怎么睡得着？那你抱我抱这么紧，我冷静一点。不冷静的是你，谁叫你大半夜偷看我？那你抱这么紧怎么睡啊？你松开手，松。你再乱动的话，我就让你感受什么叫干柴烈火。老婆，你先去乖乖坐好。你这样我怎么做饭呀？不要，我要抱着你。乖，一会儿再给你抱。没想到顾天宇也会撒娇。天宇，吃饱了吗？新的女佣还没招到，最近辛苦你了。不然呢？家务总不能没人做呀。那这几天你就在家休息，助理的工作我让赵琴给你顶着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公司有急事儿，我得先过去了。行。喂，是江伯伯吗？沈墨，我刚醒，你快过来。江城他要造反。喂，江伯伯。对。好，你说。你干什么？把手机给我。我都听说了，这个蠢女人去许村和村长谈判，还嫌弃人这个嫌弃人那个，结果被人赶了出来。还有你怎么那么狠心啊？跟了我20几年的老员工，你说辞退就辞退他们？我那是为了节约成本，难道要养他们一辈子？要赖就赖林芷墨，是他帮着顾天宇搞的江氏集团销量下滑。爸，林芷墨就是恩将仇报的毒蛇啊！你别叫我爸，你不是我们江家的人，我不会让你进我们家门的。那就不是您说了算了，我马上就要跟家学领证，要给他和孩子一个名分。少爷，林芷墨来了。芷墨，我要见芷墨，你，我要见芷墨。冯佳雪，江伯伯在哪？我要见他。那你应该去医院的 VIP 病房，来我们江家干什么？我去问过医院，医院说你们已经把他接回江家了。如果你们不让我见他，就是变相囚禁他。哼，你真可笑，我不告你擅闯民宅就不错了。江家的户口本上写的还是我林芷墨的名字。冯佳雪，你好像还没和江城结婚，到底谁才不属于江家？不得，让开！林芷墨，你要是想见江振华就给我老实一点，否则你就是把江家翻个底朝天，也找不到他。给我带路！江振华就在里面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哼，让你来江家捣乱，饿你个两三天，看你还敢跟我叫嚣。林芷墨呢？早走啦，打发他很不容易。怎么？你不会是还想见他吧？胡说什么？
我去趟公司，今天要把那些老头子开除，需要我签字。您好，您拨票的用户暂时。赵琴，芷墨今天出去的时候跟你说他去哪了吗？没听说呀。好冷好渴，顾天宇，顾天宇快来救我。林芷墨到底在哪儿？马上给江城打电话。您这是怀疑又是江城绑架了林小姐？芷墨在凌晨除了江振华就只认识江城一个熟人了，如果这次又是他搞鬼，肯定能玩出破绽的。喂，哪位？顾天宇。什么？林芷墨失踪了？他没回家吗？你干嘛？把林芷墨关到客房了。什么？你把林芷墨锁到客房了？正好借这个机会教训一下顾天宇。